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小严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，也是澳门著名景点之一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小严，今天是4月11号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景点就是澳门著名的两个景点，一个是黑沙滩，一个是龙爪角。我也是第一次来，抖音看到的，壮观呀。来散散心还是挺不错的。澳门市区逛完了，可以考虑来龙爪角看看。逛完龙爪角，再去黑沙滩，真的挺不错的。也没多少人来这里，太远了，离澳门市区坐车要1个小时啊。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请点个赞，再见。